好，我们哎，我还没欢迎你。好，我们再次谢谢黄氏兄弟，然后再提醒大家，请大家把握时间，因为我们今天有六组，那希望大家可以就是每一组都有平均的时间，都可以就是将这三首歌可以完全的发挥出来，所以请大家多多配合一下。还有，我居然忘记一件事情，今天是愚人节，就是。快乐，而且愚人节快乐。好，那大家有整人了没？对，可以。你要唱歌？愚人节吗？好，那就祝大家愚人节快乐啦！就今天如果被闹的话，就笑一下，反正就愚人节嘛。虽然我不是很喜欢被闹，可是我就是会生气的笑一下，那就是记恨永远一辈子这样。好啦，没有开玩笑的。好，那接下来这一位呢，他叫做亮亮。好，刚刚已经，感觉人气应该是成大的吗？好，那我们就掌声欢迎成功大学的亮亮。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成大吉他社的亮亮。对，我刚刚非常临时的。好，我刚刚很临时的决定要，就是来表演。就想一下我练了什么歌，然后我就选了其中三首我最近就是比较常听也比较喜欢的歌这样子，那希望大家会喜欢。第一首歌我想，这首歌是江松林江小松他写的歌，然后他好像我不知道他有发行了吗？我不知道，有发行了哦，好，就是他发行在他最新的 EP 里面，然后叫做思念。对，然后那是他写给他爸爸的歌，就是他对爸爸的思念这样子。那我觉得其实这首歌用在什么场合都还蛮适合，只要那个对象是你思念的人，对啊，其实就是很想对你思念的人说，如果你也会觉得寂寞，那你伸出手就拥抱我这样子，就是一个安慰自己但也安慰自己思念的人的感觉。那就带来这首《思念》。不需要理由。
习着各自生活，也许你一样不安困惑。如果你需要逃跑的理由，请带着我。其实我最近有在那个台南南纺梦时代的老爷行旅饭店在驻唱这样子，然后觉得很可爱啦，看到很多就是那边是个很好的环境，所以他们给表演者有一个很好的很尊重的环境，就是我们有一个舞台，然后台下有很多观众在，就是专门在那边认真的看着。这边的观众也像，就是这边的感觉很像，就是大家就是点了一杯饮料，然后坐在台下很专心的听，或者是做自己的这些事情，可是其实偶尔都还是会回应我们的一些，比如说聊天或是一些问题这样子，我觉得还蛮好的。那也是因为就是驻唱，然后让我练了很多，就是可能独唱的歌，或者是跟我 partner 合作一起演出的歌这样子，对啊，然后想把那种开心的感觉分享给大家。然后也很谢谢这边有这个唱作俱佳的活动，觉得还蛮棒的。然后因为我去年就有来，然后今年又来的时候，终于鼓起勇气要上来了，我觉得有点紧张，可是又很兴奋，对啊。然后谢谢大家刚刚都很专心在听。好，那再来第二首，我想带来一个比较特别的歌，它是谢和弦很早比较早期的一首歌，然后它叫做《你曾经让我心动》，对，然后。这是在他还没有吸大麻之前，就是还没崩坏之前的作品。可是我还是觉得，即使他已经崩坏了，可是他写的音乐还是让我很欣赏。就是我不管他人品或是他的其他喜好怎么样，我就是很喜欢他的音乐。对，那也想要分享这首歌给大家听，我觉得还蛮棒的，是他很青春的、很少男的一个歌曲。这首歌叫《你曾经让我心动》。只感人如梦着你。
心动。我要加紧脚步，加紧脚步对你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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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最后一首，然后这首歌，是我，第一次尝试比较原住民歌曲的一个曲风，这样，就中间还有那个原住民语，然后其实我不太会唱，但是在我就是用这首歌拿去比赛，然后它是一个独唱组的比赛，然后比完之后，我下台就有别的学校来问我说你是原住民吗？然后我说，我不是。就是被误会以为是原住民这样，那我也很希望自己是原住民啦，就是原住民声怎么可以这么好听啊，对啊，太羡慕了。好，那没关系，我还是想用我的方式把我喜欢的歌带给大家。这首歌是王宏恩的月光。不好意思，再重来一次。深埋，缓缓起伏在你的眉。
见，你的沉默牵动着晚风，轻轻吹过我耳边，只剩下百合花。谢谢。